那时候小时候我很矮啊，然后女生都比较高啊，对，然后他就抓住我，我就不能动了，我就叫他放开，对，再不放开，因为我叫他放开很多次，他都不放开，后来我就说再不放我就要打你，哦，你有事先提出警告就对了，他放了没？放还不放？他不放，结果呢？然后我就数到三啊，后来我数三，我就打、啊，你就打他哪里、啊？我打他肚子。哇、wow ！而且我用全力。你用尽全力啊！你的意思是说我已经警告好几遍了？对啊，可是我那时候我错了。你错了。对。可是那时候小孩子。对，还是不懂事啦，因为他抓住你的头发嘛，对不对？嗯。结果这个女生有怎么样？没有受伤吗？他就隔天，后来他妈妈就来学校说他上厕所有流血、啊，这么严重啊？对，是因为你打的，还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也不知道，对。哦。可是我想应该是我打的。哦 ，OK。因为我那时候拳非常用力。OK， 但是你后来就是说，人家的妈妈就说好像女儿受伤了，就心里就后悔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后悔，但是也很奇怪，好像到了国中还在打，嗯，好，那国中不打女生，那打谁呢？不会打女生啊、哦，打，哪一个人接话说打男生？就是爱打架了，OK， 那哥哥呢？哥哥有没有什么都打、哦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萧敬腾很会放哥哥冷箭呢、欸。开口讲话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帮他补了一枪，哎，怎么样？哥哥有没有什么要反驳的地方？我没打过女人。他的意思是还是觉得你没有打那个女生一肚子。那个女生她现在会记得吗？你记得？我觉得她应该记得我。真的、啊？对，我也记得她，因为我真的是。很抱歉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不错啦，你总是还是知过能改，还是蛮好的。不过我知道，就是说，因为那一阵子，其实因为你也无心在课业上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偶尔就会闯一些事情啊，等等的。所以你就提出一些要求，跟爸爸妈妈说，哎，要不要让我去打桌球啦？对，或者是学音乐啦？那得到的答案呢？哥哥，你知道吗？大部分都不是很赞成了，都不赞成啊？为什么不赞成？不清楚哎，他们好像比较希望我们念书。哦，那是可以想象的啦。父母亲当然希望就是说你们基本要把功课顾好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知道你那个时候还是有争取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去学打乒乓，有没有学？没有学，没有学。对，就是跟家人要求，但是还是没有学。哦，还是没有学。可是为什么你对打乒乓球特别感兴趣？就国小，因为很多朋友一起约说要参加桌球队。哦、嗯，那你当时有参加了吗？没有参加，但是我朋友都参加。哦 ，OK， 好，我们今天特地帮你准备了一副桌球拍。OK， 你看到了吗？哈、哦，那问题是我没有那个桌球的桌子啊、哦，然后有一颗球，那你可以表演一下吗？尽你的可能。好啊，好啊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! ！OK。怕老爸跑学校，爱得过肩摔，萧敬腾吃不消。接到老师的通知以后，对不对？爸爸到学校去，通常他又做一件事，过肩摔那里。摔谁呀、啊？但是摔我或他。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被摔啦，我是常被摔。那你好惨哎！我好惨啊！真的。其实我没有那个桌球的桌子。啊、哦，然后有一颗球，那你可以表演一下吗？尽你的可能。好啊，好啊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! ！OK 我打一个蛮困难的一个东西。OK 好。那我要先解释，因为乒乓球它弹力是非常强的。对的。所以我要让它停留静止在那个球拍上面。OK。我先试一试，因为我很久没有用。好。开始喽！开始，他们都没有危险吧？试试看。好，我可以试试看。对 ，OK， 好。哦，这灯光好亮。对。哎，他的脚。哥哥，你的脚坏了事儿。好，这次不算，真的不算。啊，不算。来哦。OK， 好，加油。停留在拍子上。对。
没练过啊、哦，没练过。对对对。哎，搞不好是很简单，每个人都会的，那他就等于耍了我们一下。所以你说我可以，我可以练一下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上去然后让他停留在桌球上面，对不对？显然是非常困难的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对对对对，其实呢，谈到了萧敬腾年少的时候呢，比较叛逆啊。其实我知道爸爸其实很伤脑筋，对不对？伤脑筋。而且他好像常常要到学校去，因为可能老师就会通知家长啊，哎，贵子弟在学校又惹事了，对不对？爸爸就要去收拾善后啊。那可是爸爸到学校去，通常他又做一件事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干嘛？好像我干嘛？我答知道答案呢？过肩摔那里。摔谁呀、啊？但是摔我或他，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被摔啦，我是常被摔。因为你爸爸哈，就是说，接到老师的通知以后，对不对？就是说萧敬腾可能又惹了什么事情了，对，好了，要到学校去处理嘛，或者要跟老师讲一下，或者要跟这个受害者的父母亲也要讲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他到学校去就要把你揍一顿，你还记得吧？记得啊。那你好惨呢。我好惨啊。真的。最后一次打架是什么时候？最后一次是我高一的时候，还在打，真的是。高一的时候。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啊。对。好，那我知道，其实说在你这段岁月当中哦，你跟哥哥当然是打打闹闹嘛。可是现在你突然之间成名了，我想问问这个小海，你们两个只有差一岁，其实是年纪很接近了哈。那你们就是说，当他成名之后，这个弟弟突然变成有了全国的知名度，你会觉得不适应吗？不会，不会呀、啊。对啊，你很替他开心吗？还蛮开心的。那你有没有观察到萧敬腾在成名前跟成名后，他有什么改变吗？好像没有。没有啊，你不觉得他的话变得比较多吗？比较帅。哦，比较帅啊。谢谢谢谢。哎，这兄弟两个还蛮客气的哈。而且其实我知道萧敬腾的哥哥小海呢，其实很支持这个弟弟。你要不要讲一下嘛？你怎么支持他嘛？有买他 CD。 你没有先送啊？怎么让哥哥去买？音乐其实我也自己买。哦，对，就想要冲那个销售量就对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歌迷买，这个力量才大。 对， 对不对？啊、uh-huh、我有送也有送。哦，很好，只是他又另外支持，所以很开心。而且你还用那个行动表现你对弟弟的支持。他不但买了这个自己弟弟的 CD 啊，而且你还跟着去排队去给他签名啊。啊，对啊，他当看到的时候好像就蛮惊喜的，也蛮开心的。对啊。对，你不知道，你没有跟他讲是不是？没有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你在家里给他签了就算了。他是放冷静。就半凑热闹的心情呢、啊。这个男生讲话有时候就是这样的，他们因为你叫他讲太甜蜜的话，他们讲不出来的。其实他就是用具体的行动，他当然要感受一下，哎，我老弟有多么红，对不对？这么多人排队，有没有？你在那个队伍里面有没有在偷偷笑？哎，他是我老弟的，怎样？没有。事实上，其实那个小海呢，也是萧敬腾乐团的一员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是的，所以他是艺术家没有错了，也是玩音乐的。那你是扮演什么角色？吉他。哦，吉他手啊。他讲英文呢。哎。萧敬腾现在真的，我觉得他英文学得很好，他对英文非常敏感。只要环境周遭有任何一个人提到一个不管。